其实蛮多老师做的慕课，他其实做，比如像我们西藏，我们台大哈，好几个老师做 Coursera 课，其实他都是那个课，他是想要跟他自己在教室里面课，就是实际搭配使用这样。所以慕课的影片，其实慕课的影片还有很多，就是直接被老师用来做发展教学之用。OK，但是可能有些时候有些东西可能稍微需要调整一下，因为毕竟慕课他面对的是这个公众，OK，所以怎么样把一个东西讲给公众也听得懂？那这个会不会需要在难度上做一些取舍，还是说只是单纯在讲述的方式上怎么样去讲，大家比较容易听懂？哈，我觉得这个有不一样的考量，OK，好，但是不过就是说，MOOC 至少我觉得 MOOC 它有一个好处，因为它是做给公众的人看。所以通常他的东西大概都被了解，比较容易被了解啦。那这其实对发展也不是坏事啊，因为发展只回家在家里也没有老师在旁边，只有靠你自己去看影片看得懂的话，那当然是这影片本身就是很容易能够看懂，会比较好嘛。所以我觉得翻转的是跟这个 MOOC 的关系，大概就是 MOOC 的影片很多老师直接拿来用来做翻转，然后效果也还蛮不错的。Thank you.